老话说，要想皮肤好，火锅儿吃。你今年吃火锅没有？吃一顿，来年一定红红火火。雷云靠边站，但打战水时都吃出火。有些人看到发条料都来一票，女朋友还嫌弃你配的不好吃。其实不用这么麻烦，今天教你一个万用的。口气大的多来点蒜，小米椒怕辣的也可以多来点。香菜、小葱、蚝油淋上芝麻香油，搅一搅，蘸个拖鞋都是香的。有了这个配方，女朋友天天喊你打。多穿点儿哈，天气冷。哇，今天好久没吃过羊肉啊！今天我们吃叔叔炖羊肉。老话说，冬至吃羊不用穿衣裳。四川的冬至冻不了耳朵，饺子可以不吃，但是羊肉汤必不可少。传统做法很简单，汤鲜味美，没得羊腥味。新鲜羊肉必须先冷水入锅，焯出血水后洗净，能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羊腥味。叔叔，打电话喊你二哥有家人过来喝羊肉汤哦。炖羊肉必不可少的是香料，不需要特别的复杂，但陈皮、香叶、沙仁、香葱、胡椒必不可少。风泽炖出的羊肉会很腥，而且缺少头香。俗话说，聚散离合是美，柴米油盐是诗。冬至要三五好友到家头，小酌一杯，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，是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。哇，哦，好冷哦！哎呀，我好冷的了。啊，你赶快来吹一下，他们好久来哈，来迟到就只能洗碗了哈。其实中国饮食文化的魅力就在于一方一俗。对于咱们四川人的羊肉汤，肯定是少不了记忆的帮助。鱼羊肉的搭配能让肉汤更加的奶白鲜美。不信你赶紧来我家告一下。羊肉炖煮时间不宜过长。炖59分钟，留1分钟捞出去骨，再将煎好的鲫鱼和羊骨再次入锅，文火慢炖，才能熬出又白又鲜的羊肉汤，巴适的板。来吧，先喝完羊肉汤就不冷了。来，这个羊蹄儿给捞的时候，吃起来不冷。你看，你现在安全了哈。那边肯定很干了。你这蘸水蘸买豆腐鱼的呢？开玩笑嘛，我们家不蘸取豆腐。老话说，饭前喝汤胜似良方。你真的会炖排骨汤吗？方法时间不多，喝了一百次。
相应点的排骨只去中间一段，冷水下锅，加去腥三件套，煮299秒。出锅后过一秒凉水，风泽炖出的汤会清。炖煮器具很关键，首选砂锅，传热均匀，汤色更浓郁。炖煮前先将排骨炒一下，味道更香。很多人这一步都做错，导致汤不凉，味不浓。先用猛火加热至滚烫，然后改文火慢炖，以沸而不滚为准，炖988一分钟。配菜以酒炖，丰泽营养价值近十，熬5-6、30分钟即可。这样炖出来的排骨汤，鲜香味浓，关键是飘零不高。我是周小河，学会了自己煮饭，学废了来我家吃。老话说，吃独食长不大。哎，你先喝一碗。鲫鱼汤要想又白又香，没有一点土腥味。传统办法很多，许多人第一步就搞错了。都知道要煎才白，但是油用对了没有？煎鱼必须用猪油更巴适。下锅后10秒不要动，控制鱼鳍微调。老传统还需要加一个煎蛋，要想快速变白，必须要加旋开水，不能加冷水，要不然熬一个小时都不白。加姜葱二是去腥，火候也有讲究，大火烧5分钟转小火，加点萝卜丝能吃到淡淡的清甜味。出锅前加辅料，汤色更亮。你懂啥子？这是我做的古法藕粉，待会冲起过后丝滑细嫩。你安排中午饭，那就一荤一素一汤，你自己想办法哈。矫情。哎，你不吃，你不吃可以不吃。做好了一荤一素的饭，滚来！拿，拿去！那你这屁股，这盘鸡爪子就把我打整了。你就说这是不是荤？把你饭倒进来吧。那我你在那天打打了我，你说鸡爪子好不好吃？自家煮嘛，肯定好吃噻。YouTub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小河，这是我 YouTube 的唯一账号。请大家支持订阅我的频道，点赞分享我的视频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消息了。谢谢大家。